到14年、12年之间增加10亿的人口。那这个问题除了增加整个生产量变大变多，那制造过程中如何能够减少二氧化碳？制造过程中能如何制造后能够再回收利用？这个都是设计师要面对的思考的问题。这么长的室内设计的工作，我发觉有一个事实，设计这两个字放在前面无可厚非的，我们会联想到设计跟制度这两个今天比较管道，对，非常容易到处都在手都有。那我想当然监事会的立场是协助会员来监督，这个最好的时机点开始，我们开启室内也好食物的研习班，我相信各位会员在 email 里头也有这个措施哈、哦，只要尤其以简易式装料都设置会员哈、哦。那今天能够在这边哈、哦，跟所有业界，很高兴今天代表台湾省室内设计工，阿道你讲这个王理事长我来讲设计改这是一个各位的贵宾、各位李监事以及各位同仁，大家好。值此第14届第二次会员大会的召开之际，承蒙各位对工会的支持与关怀，莅临与会，本人在此致上由衷的感谢与欢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